入嚟，而家我哋等人入嚟。啊，咁快有四個，希望我哋四個。我未入嘅喎，阿善未入，阿善未入。你咪搞笑啊！大家好啊！喂，大家好啊！到咗呢個正式九點，呢個正式九點嚟開機，係啦，正式開始。二月啱啱知道，哇，有事發生喎！咁嘅時候，你係咩情況咧？嗰陣我明明唔喺香港嘅，係嘛？係喎，佢好幸福啊！佢嘅旅行明明係啱啱搭住咗喺尼泊爾做緊義工，然後就接住第二日就同屋企人去台灣，係家庭遊，咁樣就去緊台灣嘅。旅途上邊就知道香港而家係即係越嚟越嚴重啦嘅情況。嚟香港嘅時候已經係封咗館啦，即刻嘅遠出已經係知道取消，所以咧我就又遲多幾日先至翻。嗰時因為我兩個家姐都知道我即將失業，所以咧嗰個補錢嘅酒店啊，失業補助金同埋係啦，機票都係我兩個家姐賺咗嘅。好好嘅家姐，多謝。咁阿善咧，你二月嘅時候係點樣咧？啱啱就係封館之後就會連續。差不多有成六七日的演出，咁我係主要做新年係特別多的，係冇錯。嗰台我係做幕後嘅，嗰台比較麻煩啲，即係我哋不停喺度四出咁話俾人聽，我哋要取消啊，或者諗緊啲咩方案去補償啊，跟住再可能係就係再遲啲嘅退飛啊，退飛又退飛啊，咁樣即係比較失落，但係都仲係正能量嘅嗰陣時，即係起碼我覺得啊，我哋都抱個希望，我哋想盡快可以，我哋乖乖地屋企抗疫，盡快滿足各位的要求，亦都我不想爭你錢，係咪？我都想盡量出埋啲俾你先，係咪？欠人一個錢都還債。係啦，不過用盡好多個方法去幫你退飛，例如咧 set 一個地方俾你去啦。呢個係最後先決定嘅。首先我演出嗰幾日嗰晚，我係有去到高山劇場出面等大家嘅。哇！係啦，因為我有冇簽名影相咁啊？冇，定係得影得我戴口罩咁啊？係啦，其實我哋都好想補演，或者係其實我都遇到好多好好嘅人。嗯，我好想睇啊，唔退住啊！我想支持你哋啊！補咗幾次，係啊！佢哋係真係揸住啲婆婆啊，揸住十張飛啊！你係邊一日演出啊？咁樣問路啊！咁樣啊！係啊！因為嗰時我哋卡咗好多日噶嘛，咁我哋有時啊，我有時間嘅時候話：嗱，呢一張你就打呢個電話，呢一張你就打嗰個電話。咁嗰段時間就不停喺度做緊呢樣嘢。而嗰陣時你喺度做緊咩啊？你係咪行去嗰旅行定係做緊咩嘢嚟嗰日？我唔係啊！我消失嗰日去邊度？我行咗萬佛寺啊！即係我上咗萬佛寺，即係同埋屋企人啦，同埋少少朋友啦。咁啱啱就喺萬佛寺嘅時候，咁就啱啱裝完香啊，剩嘅突然間收到電話，就話喂如果疫情咁跟住演出做唔到咯喎，咁樣。跟住係突然間係本身大家當郊遊噶嘛，其實係，但係點知突然間係晴天霹靂。是不知點算，因為好快我仲要即刻通知埋我啲演員啊，通知所有部門，話俾佢聽取消演出。係啊，咦？佢哋話阿善喺度涼亭啊，其實咧我哋好多人咧就因為阿善喺個涼亭度等，所以我哋好多人後來退飛咧，都係喺涼亭。係啊，但係因為最早期佢係冇安排我哋可以借張台出嚟，乜都冇。啊，係啊，係啊。咁咧，我覺得涼亭係大家必經嘅地點。後尾其實差唔多十一個月啦，就嚟嚇嘅，我就係喺。青草地啱啱而家今晚同埋聽晚呢一台係我自己搞嘅啫，其餘全部演出我都係打人哋工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都要試一次。其實我想講，原來真係好慘情，即係我想講，去到今日我真係終於都明白。真係咩係切膚之痛啦！嗰個 BB 係自己生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準備嘅功夫同你。淨係出去做一個崗位，我只係一個花旦角色，同你做一個班主兼打雜，係啊，班主好慘嘅真係，由所有嘅嘢都係你自己做嘅時候，就更加埋我哋今次即係呢次貂蟬係我自己寫嘅劇本啦，所有嘅都係自己嘅心血嘅時候，你就明白真係臨到演出嘅之前要取消，其實嗰個痛係。真係好痛嘅，係啊！例如啊，頭先先講咗啦，阿善講啊，你收到啲咩幾特別嘅電話咁樣咧？哇！收到啲
咁奇咧，各式各樣嘅都有，包括係基本上收得最多嘅咧，就係問緊唔係我退飛嘅團嘅演出嘅電話。可能有啲人曾經打過我電話嘅，我都話俾佢聽，哦，你原來問呢個團啊，呢個團唔係我負責嘅，你可以試下打呢個電話。呢個係收你負責嘅先，係啦，係啦，我都有做過呢個嘅。即係如果有佢嘅電話可以打俾佢話，我退唔到飛後，係啦，曾經咧我最深刻就有一個婆婆，應該係婆婆嚟嘅，係應該係婆婆，應該係婆婆，但又唔算話好老嘅。跟住佢打嚟同我傾咗半個鐘頭電話，就係、是、其實係我諗佢唔知咁得閒嘅。其實我行緊街，咁我長期揸兩個電話，一部係工作電話，一部係自己私人電話。咁、okay, 我就揸住呢個電話同呢個電話就不停喺度做緊嘢咯。即係我話婆婆有啲咩幫到你啊？我退唔到呢個團嘅飛喎、啊。我話咁我不如幫你俾個電話你啦。佢哋幾時斷到啊？我都揾唔到佢哋。我話婆婆你冷靜啲啦。其實啲場館又聽唔切，我哋啲人又聽唔切，咁你話會唔會又有啲好激動嘅？有嘅，都有俾人鬧過嘅。咁但係都鬧，直情係鬧。鬧就話做咩你仲唔退飛啊？你淨係得退款方法啊？你冇一個地方俾人退啊？我住嗰度好遠嘅喎、啊，好似我哋都有收過個類似咁樣嘅電話。佢打嚟我哋呢度，咁跟住就即係唔係我哋聽，唔係我聽啦。當然就咁，我哋有人負責聽啦。咁聽咗之後你好啊，紫燕歡愉劇團點解乜乜乜劇團都未退飛嘅？你想問邊個劇團咧？乜乜乜劇團咯？唔好意思啊，呢度係紫燕歡愉劇團，或者你問翻乜乜乜劇團咯？唔係，我打唔到佢電話，所以我打俾你。成日咁但係你上司可以聯絡一下啦，你諗辦法打一下啦。唔係，我見到你張單張，你哋個劇團個電話，所以我打俾你。你嘅電話通，所以我打俾你。真係咁嘅喎，係啊，咁啊，青青好似收到都有收到啲電話，但係你嗰啲電話係比較好嘅喎。都係好感恩啊！其實我基本上咧劇團嘅大部分電話都係我自己聽翻嘅，但係我都好感謝各位觀眾嘅體諒。我真係一聲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傾？唔係，佢哋唔係個個都知係邊個聽嘅，佢會傾開偈。邊個今日之後佢知啦？係打電話狂打，打嚟請啊！我係會同你哋傾偈嘅，係打俾黃子清啊，係啦，因為我喺同我一齊，即係聽過我接電話嘅朋友，佢哋都會話：咦，你好似做緊社工咁喎，你唔係佢本身係做社工，咁我本身係社工啊，咁我會即係自自然然你傾偈嘅過程入邊，你會真係多啲交流啊咁樣，咁我都好感謝咧。打嚟的觀眾朋友，他哋都真係好見諒我，我真係so far一個受氣的電話都未有接過嘅，希望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唔好打電話嚟鬧我。有冇人有清清電話需唔需要講一次咧？可以隨便打俾黃月清。係啦係啦，有啲咩盡訴心中情，或者係心理憂鬱啦，或者咩都可以打俾佢嘅。冇錯，你嘅需要。你好，一聽電話，你好，清清熱線，幫到你咧。盡訴心中情，有情問題啊嘛，係處理咗。一話取消最近影響的劇團，我哋都是頭幾個啦。青草地周年演出，其實我哋一年一部啦，基本上啱啱早九日之前就收到康文署的通知。咁當時咧就情況係未係話關管啦，就是不准現場觀眾入，只可以直播或者錄影播放啦。咁其實大家都明白，我哋真係自己去經營一個劇團噶嘛。咁基本上如果冇觀眾，門票收入其實我哋係真係唔使做，冇得做，嚇咁啊！更何況話要講話即係呢個網上直播啊，或者係錄影播放，其實我哋係冇咁樣嘅配套去做呢啲嘢，所以基本上呢一個即係規例咁樣出咗，其實我哋只有一條路可以揀嘅啫，就係取消為演出咯。有一件雪中送炭嘅事發生嘅，就係喺11月尾咧，就收到粵劇發展基金通知，我哋貂蟬嗰晚係有資助嘅咁樣。咁咧就係，但係收到呢個通知，其實都好覺得好温暖嘅啦，因為起碼咧喺我哋咁慘情嘅情況之下，都有一晚嘅資助咁樣。咁不過就可惜啦，就因為我哋而家演出唔到，所以咧基金佢縱然佢批呢一個即答應批呢個資助，但係我哋而家個演出要取消啦。暫時亦都未有改期褪到期嘅日子，因為高山劇場咧未來10個月都冇一日可以補期，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未有新嘅補期日子
基金是沒有辦法批到錢給我們，但是我們譬如單張啊、各樣的宣傳啊、排練啊、導師費啊等等，我都想不到有多少的開支，其實中間還有找人去派東西、廣告啊那些全部都出曬了，已經那些的所有開支其實就變了全部都是自己出而沒有收入，亦都 claim 不回任何的資助，因為那個計劃的資助就假設是資助你一次的宣傳，全部都是一次的嘛，但是如果我們下次再搞是變成第二次咯，所以其實我們在這一次裡面，因為你們沒有做到這個計劃，所以你們是目前來說是未包的，我是我自己給了其實還有是因為開頭二至四月那些都有資助，跟住六至七月都還有一點，但現在去到後期呢你就可以即想像得到其實就越來越沒有了，是因為所以到後期的演出是越慘的，其實是五成，由五成去到七成半再分回五成，跟住不開觀眾又給你五成，是這個過山車是我們玩了很多個月的了，是因為飛即你們買飛可能是開賣前一個月你們再去買，但我們做的行政就是要在兩個月前要交一些文件，一有任何改動就要交，我所有飛就全部執過曬。最慘的是這件事，但是人賣曬了，有些飛是你沒得搞的，最慘是那些位賣了跟住他說要 block 回，是的，那怎麼辦呢？你要安排退票還是換位呢？會增加了大家很多的不同的工作，本身可能我給完飛人家，人家很開心去看戲，現在要是坐四，起碼坐三至四個人收你張飛，哎呀你的位被人封了，我們換這個位給你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這個退飛，如果 OK 就拿這個人張飛來給他，我經常覺得這些會有很多爭執的，你去到個台那裡才換的，是不是那一天你有沒有人會說喂，為什麼 我明明坐靚位的，為什麼你我坐那個位置，我很慶幸我做的演出不是那段日子裡面，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劇團是要十月是自己做了很多先的，都是這樣，十月是有很多的自己私底下換完，有沒有炒到你連後台都聽到我有份參與也都有份做正花的，有剛才的情況，即由七成半收緊回到五成，那賣了出去的位置就不夠了，那他們就要執那些位置，看看你要不要，或者你覺得不滿意這個位置就當晚即即場就退回錢給你，如果你覺得 OK 就繼續看最好，這些事是十月是最多的，我知道的就是，但是阿善呢聽到剛才他說了很多事，其實你之前基本上都做了你所有的事，但是你是有沒有有沒有人給你錢？首先大家都知道白王這樣第一批呢都是有資助的，但是當然不會是多啦，可能是一半人工，但其實我話真我做的已經做曬，你是小部分是前面已經做曬所有嘢的部門。冇錯，我那天其實是只是去出糧或者係我到一到看看有冇事有冇事咁樣，甚至可以不到添，有時候撞到期係真係望一望，但是咁冇辦法啦，咁嘅情況之下，我亦都好感激個老細啦，咁亦都知道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係有俾我嘅，即當然唔會係收足，我諗相信唔會有呢條條例話收足，我亦都係。都叫做起班人啦，咁我都了解，其實你睇到個老細喺呢段時間蝕咗幾多錢，其實佢蝕咗幾多錢，其實佢已經大家都冇辦法，但係都希望話大家都有公開，即係起碼做到嘢，咁我都好感激我個老細係有俾我嘅，係啦，咁擔心嘅問題都唔使擔心啊，係啦，係幫到嘅，係有幫。好似十一月28號咧，其實嗰陣時咧係無可厚非嘅，因為嗰陣時個疫情真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真係嚟唔到嘅。但係有啲即係同你講個理由啫。係啦，有一個咧就係即係當然個電話都唔係我聽嚇，但我知道有人打電話去就唔使強調啊，知啦。係啦，唔係打嚟打風熱線係你啲咩感情問題啦？係啊係，打風熱線有咩感情問題？咁咧但係就我知道原來有人話咧哎呀唔得啊，我真係嚟唔到睇啊，我好想睇噶，但係咧我老公話要同我離婚啊嚇。跟住我聽完之後，我同聽電話嗰陣我話嚇，佢咁講，佢話係啊，佢好緊張咁同我講話我。
真係嚟唔到睇啊，因為如果我真係走出嚟睇戲咧，高危啊，好危險啊，所以我老公話要同我離婚啊咁講。嗱，好多就會話，哎呀，姐姐啊，佢叫姐姐啦，嗰啲照顧姐姐，唔係姐嗰啲即係婆auntie 嚟㗎嚇。電話又有係啊，係啊，姐姐啊，因為咧我啲仔女唔俾我睇戲啊，我好想嚟啊，係點樣咧？使唔使專車接送一下咧？係我冇車，我唔識揸車。咁我好啦，咁我唔緊要啦，你嚟唔到都安全啲嘅，退飛啦，我哋絕對會幫你退飛嘅。係咁好啦，但係我又唔識嚟退飛喎。哇！咁有冇屋企人幫到你啊？冇啊，我連屋企電話都冇。嗱，我真係唔知啊，原來你啲 auntie 啲婆婆啲屋企電話都冇。咁我話你點樣打俾我啦？佢走落去樓下康間度打俾我。哇！即係康間電話。咁我聽完啦。咁有時我 mark 嘅，早期我係 mark 曬電話。咦？咁樣咁耐冇打俾我嘅，咁我又打翻俾佢嗰個，跟住打康間度。個人話：我哋呢度其實係康間嚟㗎。頭先嗰個人阿婆婆借咗呢度嘅電話嚟打原來佢哋即係原來香港而家都仲有人冇屋企電話或者冇手提電話，咁最後佢係揾到佢嘅鄰居幫即係借個幫佢影咗嗰個存款嗰個 account 嗰個頁啦，咁通常都係咁影噶啦，即係要睇到全名嘛。跟住我將嗰個 send 完俾佢之後，再揾翻佢個鄰居，佢個鄰居講翻俾佢聽，好嘢，係好轉折嘅。我因為咧，我其實咧經過咗第一輪，經過第一輪嗱，我深信我哋全行咧上上下經過咗第一輪之後，二輪、三輪、四輪，有曬經驗同埋會練精咗噶啦，係啦。我哋譬如咧，其實第二輪冇學爛啊，練精咋？係啊，冇爛嘅。我尤其是譬如十月咁樣，因為好多集中保期都保曬喺十月。咁我譬如我自己手上嘅正印花旦嘅飛，我會點處理呢？全部唔好預先攞飛，就係、是、演出嗰日，係啦，我就揾我屋企人啊，或者揾我啲朋友嚟喺 reception。嗰日先至攞飛，嗰日先至交收，即係錢我幫你哋俾曬先，即係俾曬劇團先。我攞咗啲飛翻嚟，我分好曬飛，但係唔俾飛大家住，因為就係驚有此一役啦。就係萬一突然間封館嗰時，嗰啲飛點搞咧？封館都仲好啲，五成七成嘅時候，你又要問你收翻啲飛，又去換翻嗰啲。係啦，咁所以我就全部都係經我，即係做唔成嘅話咧，就係全部經喺曬我手啦。我直接幫佢哋同劇團處理就 OK 啦。即係其實係即係開頭咧就冇諗過咁耐嘅，即係二月開始嘅時候咧，我哋諗住可能封兩個禮拜啦，頂曬籠，兩個禮三個禮拜，咁我諗住算啦。點知佢咧第一個取消神功戲咧，我就知道呢次真係大鑊。係啊，跟住本來後面都有得做嘅，咁其實我哋二月到四月咧，好多時候大家都係為咗呢個演出繼續準備嘅，即係好似阿善就比較少呢個神功戲出埠咯，冇咗啲出埠，出埠都有，冇曬咯，即係幾時知道冇噶？本身十月出埠嘅，七月嘅時候話取消，即係佢嗰邊都明知放唔到你啦，即係放唔到人入過關啊！但你三月廿三有冇出去新加坡嗰度？今年三月廿三冇，係啦，本身今年三月廿三冇，本身係做一個話劇嘅，本身係，但係都因為疫情咁樣取消曬。係青青啦，青青係好多，青青係第一台冇得做係邊台？聽唔到彈已經，數唔到，我唔係好記得，數唔到。我記得我最後一台神功戲坐埋都見到半個多啲。二月嘅大奧期之後就冇再做過神功戲啦，之後嘅神功戲都係取消。我一台都冇做過。咦！我已經諗唔到啦，因為一路取消得嘅都真係比較密啦，大家都明啦。係啊係。三月廿三一定大家都冇啦。係。圓州仔大埔圓州仔冇啦。十一中東涌冇啦。其實不如調翻轉啦，邊度有㗎？死都數到邊度有先啦。冇啊，即係冇啊，即係冇啊。跟住粉嶺圍冇，跟住所以過年之後，其實我哋都其實好好彩，做我哋所謂嘅好好彩，因為做咗兩台。我哋嗰台三月廿三咧，本來都即係差唔多係做到嘅。係啊係啊。點知就係阿倫唔知仲喺度，譚詠麟你仲喺咩度啊？譚詠麟。佢一台就係我哋前面嘅，係啦，佢啱啱係，咁佢啱啱開到嘅，長洲嘅，佢哋做到嘅，係啦，咁我哋諗住佢做到，最後嗰日咧就係因為限聚令嘅問題咧，佢哋就圍咗圍欄，就唔俾觀眾入場，就觀眾喺圍欄外面睇，音樂就
幾個在上面，幾個在下面咁樣。當日啊，喺之前嗰晚佢哋拗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話喂，我有冇幫手？我哋諗下可以點樣解決呢件事咁樣。A 女喺度 ，A 女喺度 ，A 女好勁嘅 ，A 女走去同啲主會嘅朋友傾啦，去解決成件事啦。為你鼓掌。結果我真係為你鼓掌，你真係搞到可以做到全台。是很圓滿地完成了全台，但是之後就全部都冇得做了。不是都好啊，起碼他那台都叫完成了嘛。他那台是很好，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上埋到尾。是啊，自此之後呢，基本上可能做到那些，譬如是不是大澳都很都好。都七月嘅，差啲做到嘅，一直都堅持話做嘅。你嗰台係係啊，其實真係咁誒，但係大澳咧，我係好想特別係讚佢哋嘅，因為佢哋真係好有心。大澳係搭唔到棚嘅啦，七月嚟嘅，七月底嚟嘅。咁啊，但係咧搭唔到棚之中，主會係好有心想繼續演出，所以咧佢哋係曾經嘗試過係 book 西九戲曲中心嚟到做嘅。咁大家都好開心，所有人都好開心，因為冇任何一個台咁做啊。係啦，因為大家都明白 book 西九其實嗰個支出會大咗好多啦。但係都佢都堅持繼續去即係做呢個演出。我哋執曬箱㗎啦，當時已經係，但係就執曬箱即係準備曬我哋要演出嘅。但係你哋由幾時開始知道係會要執箱去呢個西九？好似好問㗎喎。其實本身的時間不多，但是到取消好像是得十日到的時間，就話取即演出前十日左右啦，就是一個短的時間，就是知道不可以做啦，咁又奈何關管啦，又再一次，所以變咗做不到。嗱，二月到而家都差不多十二月，都十個月啦。咁大家有冇即係係咪喺即係由二月開始瞓覺瞓到十二月呢？即係大家會，大家唔知噶嘛，大家成日都覺得我哋喺唔做戲嘅時候咧，梗係喺屋企瞓覺，係咪？係啊，因為咁啊，梗係唔係啦？我哋其實即係又要生活，又要為藝術，其實做得藝術啊，都唔會為錢幾多有幾多錢㗎啦。冇錯啦，即係我哋都會係每一個都係不斷咁為呢樣嘢去努力。嗱，其實我講先啦，即係喺由冇咗一冇得演出開始計啦。其實我哋 keep 住繼續係排戲嘅，係冇停過繼續，因為你往後仲有演出，你唔知道有冇得做噶嘛。譬如好似我不斷咁排，你好似我十一月嗰個寶蓮燈，我褪到六月做，咁六即係上年嘅十一月，上年十一月褪到嚟六月做，其實我都要練功噶。二月又褪到八月，係啦，咁你嗱繼續 keep 住要練功啦 ，keep 住要排戲啦，同埋又練唱啦各方面啦，咁而即係好多嘢係一路運行緊嘅，因為你今日唔知聽嘅事啦，都嗰句。同埋係驚咧，你有朝一日突然間俾你做翻咧，你冇曬準備五千，係啦係啦，同埋會生疏，最緊要係會生疏。咁同埋其實慶幸嘅就係咧喺呢個疫情期間啦，咁就好開心咧，就仔哥佢就有一個唱科班，係薛康嘅唱科班，係啦，哎呀，自己一齊上，耶，好嘢。咁咧我都有啊，係你唔好理佢，佢雖然係個花旦，係啦，我唔理我，係啦，但係飛破埋佢。即係喺呢個除咗話上堂嘅日子之外咧，其實喺上完堂之後，我哋都要練習噶嘛，因為要考試噶嘛，係咪？咁同埋係就算完曬成個課程，我哋都係 keep 住會繼續練咯。我哋都有基工班啊，練唱啊，成啊，仲有本來就有一個舞台燈光班嘅，不過而家可能呢個疫情就係啦係啦，所以我同大家講，頭先咪講話練精咗嘅，係啊，練精咗冇學爛㗎。其實疫情都做咗好多嘢嘅，包括粵劇以外咧，其實一到疫情之後三個禮拜，二月之後三個禮拜覺得不對勁啦，其實我是即刻去找嘢做的。咁 by the way 嗰份工是一份兼職，其實已經做了九個月嘅啦，即係唔係唔止咯，十個月啦咁樣計啦，係啦，咁樣就係做翻兼職的社工啦，因為我本身自己都是社工出身的，咁樣就青青姑娘。青青姑娘係啦，粵劇嗰方面啦，咁啊粵劇嗰方面做啲咩咧？其實自己喺呢段時間，咁當然練功我哋係唔敢偷懶嘅，冇得停㗎，冇得停。因為你一懶咧，你係乜都冇啦，完全做唔到嘢嘅。唱嘢係相對嚟講係更加需要個練功嘅，冇錯。其實你根本就係每一日。你只要一得閒，其實我哋就哼嘢啦，係啊係，所以即係我哋大家啲同行咧，你會見到佢哋話喺廚房煮餸會唱歌，其實曲不離口係我哋演員好習慣嘅事，即係你要做到咩練到咩嘅地步，會唔會有一個 session 幾多個鐘頭自己攞份曲出嚟唱咧？咁呢個就各個人嘅做法會分配時間係啦，但係其實我絕對相信大家，就算幾懶幾唔練功嗰個人，佢都唔會話完全唔唱嘢嘅，因為你發覺
提唔到氣啊！即係你耐唔唱，係啊，呢個係提氣嗰力都有困難，基本上係翻唔到工嘅。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做咗幕後之後，其實好多嘢就係我要做緊跟住落嚟演出準備嘅嘢，即係我而家已經做緊下年二月、三月、佢冇停過四月嘅嘢嘅其實。但係而家取消，當然而家十二月嗰啲當然係要繼續取飛啦。即係你唔好以為冇咗個演出，佢冇錯，呢個取飛地方度冇錯。呢一年裡面係我正式第一年叫做我話我要專心做經理，我係比較接得多啲，但係今年我係我諗我身邊啲朋友都話我就係、是、啊你都好好機會啊你一做經理就經歷曬人哋冇經歷過嘅嘢。但係你本身有演出嘅喎，本嗱嗱佢係本身有新嘅演出，幾廿年經歷做三歲困鬧山嘅喎，跟住又冇做。本身我自己都有一日三歲困鬧山，因為我都有份。係本身佢都有份嘅，但係因為、啊、都係因為疫情關係，喺準備話貴館之前我都話，因為我承受唔到，即係好似青青話我搞演出，我承受唔到佢今日話取消，聽日話取消嗰、那個壓力。即係如果我要做幕後再，做幕後要再加埋演員，仲要係自己擔起咧，咁我實在擔唔起啦。咁所以咧，我係七月，我記得係七月中好似係七月中嘅時候，我就決定唔做，咁就不如留翻下年穩定啲嘅時候，大家可以全心全力咁去投入去做。冇錯。喂，但係你唔止噃，你仲有啲翻工嗰啲，係咪 online 定係咩啊？嗰啲唔係翻工，本身我係有教中小學生，係啦，中小學教學校嘅。咁因為疫情關係，面授嘅全部停曬，停咗一年㗎啦。係。咁有啲學校都好好嘅，都會盡量話啊，我哋點樣安排人格人與人之間有 1.5 距離再去教啦，咁啊教啲輕騎啲嘅嘢都有，咁但係其實都新都可以面授就一定可以咯，但係而家會轉多咗，其實都多學校用緊，全部用 Zoom 啦，用唔同嘅Apps 去授課。其實我啱啱前排先正式上咗第一堂，其實係辛苦嘅，因為就算有幾好嘅網絡都好，佢始終唔係一個直接，即係我哋而家都會啦，會有 delay。個老師冇啊！喂喂，唔好瞓覺，你唔好扮自己喺度啊！翻嚟，我你係喐架，我要你喐架。我其實真係控制唔到，控制唔到個畫面出嚟扮自己喺度。雖然我係以經理為主啫，但係我都仍然會做戲嘅，即好似啱啱我都仲有參與做戲，咁係安排時間嘅啫嘛。咁其實演員同埋經理我係分得開嘅。咁好似啱啱11月28日啊嘛，係做咗咁時久咁，我都照去排戲。跟住其實本身12月咧，我係演員多過經理嘅。本身係油麻地嗰有兩日啦，跟住有啲學生場啦，係啊，已經排曬戲啦，排咗好多日戲啦。咁但係而家都冇辦法，冇辦法嘅而家。係啦，本身諗住有得機會可能錄啦，或者係可能轉一個網上直播形式。係咯，本來都仲有錄。因為我哋嗰朝仲以為有得錄㗎。係啊，冇錯。今朝仲以為。但係你個貂蟬係有冇錄過？貂蟬而家冇啦，因為貂蟬冇得錄，因為我哋都冇咁嘅資金。我哋而家講緊有得錄嗰啲咧，都係康文署啊，即係或者係比較多大額資助嘅，係先至可以做得到。如果唔係一般演出嘅小型資助咧，係冇可能做得到。冇可能，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嗱，我哋講緊即係12月本身都有一啲演出係，因為係即係唔係自己劇團小型嘅主辦，諗住係大家都準備，即係響排咗啦，大家準備係有得錄影演出㗎啦。但係今日頭先黃昏嘅時候就收到都知道係啊係啊，喺今日新鮮嘅嘢啦，唔係黃昏，係由2:00我已經收到嗰個新嘅消息，係跟住不停去安排，跟住落嚟嘅，係啦，到主辦單位話俾你聽，唔好意思，真係冇啦。但係我哋都聽咗好多啦，關於粵劇嘅，即係我哋而家喺疫情裡面咧，我哋嘅生活啊、點滴啊咁樣啦。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點聽得開心啦。係啦，即係其實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我哋即係成件事有啲咩運作啊咁樣啦。我哋係唔會放棄嘅，我哋咁多位都冇放棄過，係啦，你都唔會灰心嘅，因為我哋即係有時每一個人都人生高低。係啦，咁可以灰心，灰心一日咁多咯。我係好似我梁祝，我今日係灰心嘅，食鳳飛。我今日係好灰心嘅，不過唔緊要，過咗今日之後，大家又唔試一次。我哋去食鳳飛啊，係。係啊，我覺得仲食鳳飛。我都覺得係㗎，化悲憤為食㗎，其實係。但係請喺一個安全嘅地方裡面食嘢，而唔好就係走出去打邊爐啦。而家唔係啊，講笑啫。係啊，自己屋企打邊爐。希望可以疫情快啲消退啦。咁啊，大家首先多謝阿善啦。記得讚好、訂閱、分享，有建議的話可以留言或者是電郵，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如果有新片的話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了。